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每一天都会播出一个节目，一起来学最新的、最地道的美语。今天我们一起来学怎么用美语谈观光 ，See the sights， See the sights， 观光。后海很冷，Walk around， 散步。Go out today， 今天出去。I love walking around Beijing. I'm gonna go out today and see the sights. 我很喜欢在北京散步，今天要出去观光。用美语怎么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呢？ We're so happy when friends come visit us from afar. Afar 这个词就是远方的意思。我不认识这个人， but he seems really excited for 这周六的不亦乐乎北京演唱会。一起去看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Yes。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朋友远方来，不亦乐乎。不亦乐乎。有远方来，不亦乐乎。有朋友远方来，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三二一，三二一，是吧？四五六，四五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爱北京，我爱北京。我爱你，麦小龙。我爱你，麦小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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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发给我你自己录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视频，这个星期就要播出，快去录吧。好， it's your turn， 请用英文写个评论告诉我你喜欢去什么地方观光。好，谢谢收看 OMG 美语，我们明天见，拜拜。